家好，我是林荡。今天呢，真的是不妨给我女朋友啊，发现哪个荷兰国家？因为等一下哦，我女朋友要去洗脸嘛，然后跟她塞这样，她讲不妨讲去洗，然后开始好了，然后开始嫌弃我的双下巴，现在她讲我双下巴。越来越严重，所以、哦、我就给他躲大讲，你顺便去问看一下啦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弄啦，我的下巴会被这样弄啦，我是有点紧张了啊。说好这一点给他躲到哦，我现在还特地去他家，他拿了眉笔，就是因为他知道他等一下上镜要化妆，你都要洗脸啊，化什么妆？哎呀，难啊！哎呀，什么问题？没有啊，就看你画眉毛，都没有问题，你是眉毛吗？见我，你记得去问你双下巴。你不是要洗脸没这么问他想法了、我还不想讲啊，你自己还记得一定要问啊，这样的观众讲你的脖子都没有掉耶，叮咚你的颈项链，哎，脖子是脖子，双下巴是双下巴的，脖子跟双下巴是连住的， OK 老问来这么问，等下要动刀那些的话呢，看你有没有帅，不是帅不帅的问题啊，要动这个动那个很快，移动韩国就已经开始流行这个嘛，马来西亚嘞，在马来西亚你也不要摔，如果那个女的很漂亮你给我说一下说一下，很温柔，谢谢谢谢哎呀，这件新的新的啊，随便啦、我做这么我就很紧张，是我洗脸，你们准备要怎么拍，有点尴尬，是你一个专业的 YouTuber， 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吧，我讲话方便入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还可以。他以前是学霸，真的没？太酸了嘞！我讲实话，反省一下。双下巴嫌弃啊！现在，OK， 来吧，皮肤都你挤一下吧，直接，麻烦先啊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他这么可以比到我这边多，这点的话，可能我觉得啦，长期我们按看东西，我们往下看，可能在前面什么时候我们会往下嘛。我们的这种颈纹这些形成其实是比较 normal， 现在的人都会有的一个问题、有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脂肪是最容易沉淀的，你会听到人家讲双下巴等等的东西，这样子啊，脸圆不一定是讲脸的脂肪最长在脸上面嘛，而最容易囤积的地方就是双下巴。像整肌方面来讲的话啦，我们其实局部溶脂我们是没有算部位的，我们不是讲部位一个部位多少钱，我们有这样子算，我们是算药水的、okay. 好像双下巴通常是用一罐药水管的咯，要多少星期啊，打你打下去是不止一针吗？肯定。我打那么多针没有试过，我人生中一秒就一针吧，我这个不知道多少针哎。有点油，阻塞比较多而已。胡子也很多。皮肤情况可能太久没有清理了啦，就是要挤压比较多而已。其实我怕这个挤压，就是挤压很痛、其实你红血丝很明显，小磊。是。其实这红血丝来讲，很多时候是先天性的，就是所谓的遗传，就是异常扩张这样子。可以讲，有的时候是红血丝的那个血管比较轻，所以它就会比较浮上来这样子。有一个人开始害怕啊，把我来啊，结果自己打自己，要化妆换衣服啊，阿弥陀佛，就在旁边等拿裤那一刻来拍给你们看，对对对，我这张照片很好看，他可以洗脸，不要笑，认真，不可以笑，到我今天到最后应该是他后悔带我来，不是我后悔被他带来。OK。我在影像组第一次看他脸上有那种擦的那个，你看他脸，他想蒙哪里擦？我侧面看，我才不打。你看脸现在什么感觉？可以讲羞羞吗？羞羞啊！我要漂亮羞一下喽，是不是？哇，哎，有很多针呢。你哦，不是我吗？啊，这是我的没？对的。哇！
生中我第一次脸上有要动针，哇，真的是。听到吗？请，讲了他过的。你看一下我的刘姐的精神，满满一团。哎呦，你看到一道光了吗？你这里看眼睛。我看眼睛。所以这个看眼睛是不是有防止他流眼泪嘞？还是？是的，没有错。怎么？给他擦眼泪的。哦。哇，都这个痛！来，一下子，你要让你没有那么痛，还是要有画面感？喂，我要抉择，有画面感就好。有画面感，这样子我用棒啊。哇，这个。小痛啊！哎呀呀呀，哇，这个。哇，这个勾力，这个吃饭真的好看，这个。这种男人就要练起来，以后啊，就生孩子也是小包包给他抓到我头，我来给你一个指甲。我上面是用嘴里啊，我那把弄，你好吧？哇，都给我痛了，哇，你指甲很厉害。哇，我现在突然间。面都是绿色的。我倒到外面了，大家你们感觉一下。哇呀！我的眼睛。你不要盯着看，你不要盯着看，来。这个很来。角度就很像哦。走过我说，哎，不要拍，不要拍啊！这个哩。啊。哇，现在到我了啊。对，到你了。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。我人生中没有试过这样紧张，我脸第一次动刀，动针就做完了。这里的水跟你清洁一下。这是一个冰冰凉凉的东西，我心跳跳那么快啊！我要问到什么问题？我来了来了，才知道了，哇啦喂，都是被笑人的味道。哎呦！别怕。来了来了。我打空气。现在空气都怕了，原来我在明白，每次要付出代价，真的不容易。我下巴下面美容让自己更帅、更美、更好看，可以来这边找啊。新地我会放他的 IG 跟他的店的地址在描述栏那边。新地维拉 Beauty Skin Care 啊，我有练过英文了。要钱好吧？关于预约啊，还是怎样的？预约方面的话，我们可以 DM page 哦。OK， 当然想要认识我的话，从预约开始。所以是要脱单是吗？顺便啊。另外一个不用紧张，我是可以的。哎，所以大家可以找啊，各位心地小姐姐。谢谢你们的光临。啊，谢谢。OK 啊，虽然我嘴巴很僵硬啊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订阅、赞美、分享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还有，不要忘记了点完赞键。啊，现在嘴巴有点硬硬这样。终于可以安静了。好啦，我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